我们有一个问雕刻机的，你跟他聊一下，让他发个二维码试一下。我呢？打二维码。我要个二维码打一下试，试能扫出来。正好我们有那个茶叶盒。放好了这是一个流水灯的案例，它会自动不停的进行频闪。喂，邮箱稍。这个监控一下，把那个地址说出来。好。